2023年8月29号这一天注定将会被载入史册。这天中午，华为的新手机 Mate 60仅仅凭着华为给所有用户的一封公开信就直接上市售卖了。公开信里呢，华为提及了这部新手机的若干的功能参数，但是重要的芯片和是不是支持 5G 只字未提。很多热情的网友博主呢就对它进行了拆解测评，大家也惊喜地发现 Mate 60的网速啊远远超过了 4G 的标准，妥妥的是 5G 手机。这款手机所搭载的正是久违已久的麒麟芯片，它的产地编码上赫然写着 CN， 已经是中国自己了，是标志着华为在绝境的4年当中，它打通了半导体的全产业链。要我说呀， Mate 60它不仅仅是一部手机，它简直就是一台战斗机。